我们其实来宾有邀请到一位想慢慢把他们的活动好，来欢迎我们苏斯利担当威廉。大家回家了，有他在，配他的人就很轻松了。对对对，拜托今天跟我，早点，早点休息，都是拖油瓶啊。好，那今天的道具卡非常厉害，可以为所欲为，随心所欲，马上进入我们道具卡争夺赛。 等一下呢，哇！现在这么嚣张的感觉，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安全抬举。为什么不能在倒汗？刘汗流一下。对啊，那我能汗。因为其实这个动作还算是蛮耗力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超累。等一下，我们用30秒的时间，用单脚传接这颗球啊。我们早上有点魔鬼粘，等一下30秒，看他们可以传几个。先立下一个标准，预备。OK，对，方队。这边要拧住。哇！这样，可以用。他如果要这个，不行。 四个，还用那个。我们要想办法让他们两个吵架，还有我一个人打我一个。五颗，孟哥，孟哥，你不好笑。对啊，你他妈最好笑。孟哥，孟哥，你最好笑。对啊，最好笑。等一下，他刚刚说你，你打麻将，最好笑。你敢吵？ 你们吵哎！有输就变，怎么还要这样？对呀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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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
好短。澄清的时候三十秒。哇，也难得一见。对，手比划，哎，脚不能跨在上面哦。比猜拳强多了。哎，不不不，比猜拳强。上车都藏在我心。来，准备，预备，计时三十秒。手很轻，又脚又长。哎呀！你是专门在把它清掉的。完蛋了，反推！加油啦！再把球踢掉！变错了，旁边的，脚在上面，旁边的，旁边的，脚给你靠在上面都没办法。你们来，准备计时三十秒，预备。